先生小姐，得唔得闲咗你一分钟时间啊？我哋呢行从来只会帮人，冇话收佣金呃人钱噶。第五位海洋公园饮酒 Happy Hours， 海洋公园除咗睇动物、玩机动游戏之外，嚟紧仲推出夜间美酒佳肴盛会，可以俾你哋饮到癫，住到系一个超正活动啊！第四位免费送澳门酒店，澳门咁近香港，去休闲消遣都方便快捷。而家只要订两套来回船飞，仲送埋澳门酒店双人住宿一晚，今个假期有着落啦！第三位小朋友专注十五分钟已经好犀利，冇错，而家啲家长喐啲就怀疑自己个仔过度活跃，其实小朋友本来就系好好动噶啦，唔好乜都赖 ADHD 事啦，唔该。第二位小心 TSA 五月全面复考，哦、oh, ，sorry 系叫 BCA， 不过咪又系同一样嘢，总之就系要操练啦。第一位十一万尺有机农场玩足大半日，咪成日话香港地闷又冇嘢玩，呢啲咁正嘅地方你又嚟过未？亲近大自然做半日小农夫，快乐就是咁简单。睇完麻烦帮我签一签张耳冠汉保单啦，咩话你未签，兄弟喐佢。